台湾因为高温多雨，非常适合两栖类的生存，因此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岛屿上就生存着30余种的两栖类，十分难得。同时由于海洋的隔离，再加上高山的阻隔，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很容易产生特有种。其中褐树蛙就是台湾的特有种两栖类，也是台湾特有种两栖类中分布最广的一种。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山区的溪流附近都有它们的踪影。褐树蛙为夜行性，在夜间才会出来摄食，以节肢动物或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白天它们通常都躲在溪边的石头缝隙，或是树上河床溪流边的阔叶林和农垦地，也是它们主要的栖息地。褐树蛙体色变化相当大，在白天里当它们躲在石头缝隙底下时，常常会把自己改变成跟环境或身边的石头一样的颜色，保护色非常好。由于褐树蛙在体表颜色的变化很大，同时雌蛙的体型和黑框蟾蜍类似，常常呈现灰褐色，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同在一处生活的黑框蟾蜍。而且这两种还可能在同一个区域内一起生活得很好。像这只雄褐树蛙，白天里它竟然和这只蟾蜍一起躲在同一个石缝底下凉快地休息着呢。有时候或许是巧合，当雄蛙和雌蛙白天里选择了同一处石缝来休息时，由于褐树蛙族群中雌蛙比起雄蛙在数量上要远远少很多，雄蛙好不容易遇见了雌蛙，就紧紧地抓着不放，一起在洞里休息了。不过它们还是要等到了晚上才会到水边产卵。褐树蛙、雄蛙的体型通常比雌蛙要小很多，而且颜色的变异很大，它也是在树蛙中吸盘比较大的一种。夜幕低垂后，开始只是少数的几声雄蛙求偶，之后渐渐变多，西边的蛙也越来越多。到了夜更深的时候，刚开始只有少数几只在溪边配对，到了深夜成对的树蛙突然变多了，而且在产卵前还会集中到几处较适合产卵的地方来。
雄蛙通常都是精神抖擞的大声鸣叫，而只要一找到雌蛙，便很快的跃身而上，精神气势非常的威猛。而通常只要一抓上雌蛙之后，雄蛙就会紧紧地抱住雌蛙，并且用它的吸盘紧紧地抱住雌蛙的腹部，一方面是怕被别人给抢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刺激雌蛙以便排卵。配对后的褐鼠蛙因为已经受到刺激准备产卵，这个时期双方反应都会变得比较迟缓，但有的时候要是受到惊吓或被其他的蛙干扰得太过厉害，它们也会暂时沉到水里或者避到石缝间暂时躲避一下。而这个时候，雄蛙趴在雌蛙身上，倒通常都变得一副慵懒的模样，任雌蛙背着它到处去准备产卵。准备产卵的雌雄蛙都会专心一致地准备产卵工作，而这个时候，即使身旁就有许多飞虫在身边飞绕，它们也不会进食。如果已经配对完成，但是仍然远远的或高高的逗留在溪流石头上的，那它们的产卵时间可能就要再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受到刺激，到了即将产卵的雌蛙已经背着雄蛙陆续离开去寻找自己的产卵地了。这时候还有一些单身的雄蛙就已经近乎慌乱的鸣叫了，甚至会急乱的到处乱跳，甚至抢婚了。
由于黑框蟾蜍也是把卵产在水中，加上繁殖期接近，而体型又差不多，所以雄的黑框蟾蜍常常发生误把褐鼠蛙当作母蟾蜍，而跟雄的褐鼠蛙争夺配偶的情形，当然最后是不会有结果的。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雄蛙，如果有成对的褐鼠蛙靠近，也会兴起的抢起婚来，每每都遭人厌的打扰人家的好事。
特殊蛙产卵区主要是在近水边的水流缓慢或近水清澈处。雌蛙的体型比雄蛙大了许多，如此可以容纳更多的卵，以便在这样容易遭受威胁的产卵环境中仍然有少数个体存活，以维持自己基因或族群的生存。将近午夜时分，这时候雌蛙背着雄蛙就开始寻找产卵场了。而因为一段溪流里真正能够适合产卵的环境一般都不会太多，产卵的环境倒是反而相当的集中，所以就常常出现像这样两对雌蛙背着雄蛙的奇蛙打仗的场面了。当然打输的一对就得另觅他处产卵了。雌蛙在产卵之前，雄蛙会有一阵兴奋的鸣叫，有时候则是抓得更紧，似乎是和雌蛙之间的求爱信号。之后当雌蛙得到了讯号，而双方的刺激也已经到了极点，雌蛙便会做几次身体延长的动作，一方面是可能清除身后的产卵场，另一方面则可能也是在暗示雄蛙准备排精。接着雌蛙马上就排出卵粒来了，而就在同一时间，非常准确的，雄蛙早已经把它的泄殖腔部位靠近雌蛙，所以几乎也是同一时间排出精子，然后在水中受精。褐树蛙的卵比一般树蛙的卵多一些，因为褐树蛙是把卵直接产在水中，有的时候一场大雨，溪水大涨，蛙卵或小蝌蚪可能就会全族覆灭，或者沦为其他鱼虾的晚餐或点心，为了生存起见，只好以卵多来取胜。出生的小蝌蚪常常是静静地躺在水底或石缝间一动也不动，稍大一点的蝌蚪卵囊的养分用尽了，就要自己游动摄食了。这个时候它们必须大量的进食，以快快长大变态成蛙，好尽快地离开游动期，免得水流一有变化就不知道给冲到哪儿，或者被吃了。而一旦变态以后，它们就容易躲藏了。岸边的浅水处，水流不急，又有石缝间的藻类或细小食物，最适合小蝌蚪生活了。它们通常都是以瓜石、石头上的藻类，或是一些细碎的食物生活。
小蛙逐渐地长大，尾巴在变态的过程中渐渐地缩短，最后不见了，成了一只会跳会爬树的小树蛙了，并尽快地离开水边较危险的地带上岸生活，继续为延续着族群的生命而努力。台湾的地理环境呈现出山高水急、溪流河谷纵横的特色，因此有许多溪谷都适合溪鸟们的栖息。所谓的溪鸟，也就是指以溪流为主要觅食或繁殖场所的鸟类。台湾的溪鸟除了紫啸鸫以外，还有千色水鸫、河鸥和小剪尾等。紫啸鸫是台湾的特有种鸟类，目前世界上的紫啸鸫鸟类全部都分布在东南亚一带，也就是从中国大陆的南方延伸到印度、斯里兰卡一带。至于紫啸鸫在台湾，主要从海平面一直到海拔2000多公尺的范围内，普遍分布在台湾山区的山间溪流和其所涵盖的阴湿繁茂林地。这种有着一身蓝紫色羽翼的溪鸟就是紫啸鸫。每当它站在阳光下，紫啸鸫全身就呈现出一种亮丽的深紫色，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所以也有人为它取了一个更美的名字，叫做琉璃鸟。紫啸鸫虽然体型较大，而且食性和鸦科的鸟类比较接近，但毕竟它仍然是鸫科鸟类的一份子，所以它仍然具有一些鸫科鸟类的特性，像是在靠地面的地方活动。又为了适应密林中的微弱光线，它的眼睛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此外，紫啸鸫的脚在比例上看起来似乎要比其他的鸟类来得长，在地面移动的时候，走、跑或跳的能力都很强。此外，由于鸫科鸟类多半在湍急的水边活动，为了盖过溪流的水流声，因此他们便发展出了嘹亮高亢的鸣叫声。
在每年的三月至九月，将近六个月的时间，正是紫霄冬的繁殖季节。紫霄冬的筑巢地点往往选择在溪流两岸的岩缝，但是这些自然石隙中所筑的巢，往往在经过强劲的风雨吹打之后遭到破坏，所以紫霄冬也常常选择了人工建筑物的死角来筑巢。在人工建筑的地方所筑的巢不容易毁坏，因此往往可以提供紫霄冬们年复一年的使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紫霄冬几年来都可以在同一个地点筑巢，省去了筑新巢的麻烦，同时也增加了巢的安全性。成鸟一年中可以繁殖两窝小鸟，第一窝大概在四月初到五月中的时候便已经完成了，第二窝则要从六月中旬到八月初才结束。刚出壳的小紫霄冬眼睛还没有睁开，脚也还不能够站，全身裸露，只有头顶、背脊和腿上有几撮胎毛，而唯一显眼的就是那不成比例的大黄嘴。根据研究发现，幼鸟的大黄嘴是亲鸟们喂食的大目标呢。紫霄冬拥有强硬的喙和一副有力的爪，因此紫霄冬在觅食的时候，食物中除了水生昆虫，还甚至包括了蛇、蜥蜴等爬虫类和青蛙等两栖类。虽然野生动物的季节段落并不是那样的明确，而是渐渐变化的，因此虽然说三月才开始繁殖，但是早在气温开始回升的时候，它们的日常生活就已经开始改变了。首先是清晨的集体鸣叫渐渐改变，成为成对的鸣叫活动，原先尖锐的单调哨音也渐渐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柔和、缓慢，而且是多音节的喃喃鸣叫。紫霄冬雄鸟和雌鸟在外形上难以分辨，于是它们也跟许多雌雄外表不分的鸟类一样，紫霄冬一生中相互依赖，也就是所谓的一夫一妻的配对制度。具有这种习性的鸟类通常求偶的仪式因陋就简，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花招，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们可以将展示求偶所省下来的力气多花在对幼鸟的照顾，以增加后代的福祉。至于在演化上，到底是为了增加后代而简化求偶的手续，以至于雄鸟缺乏可以炫耀的外表，或是因为原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以至于求偶的手续因陋就简，那就不得而知了。
紫霄东的孵雏行为仍然是由雌鸟独立完成的。大约等到出生后第八天，等幼鸟的羽毛长得差不多了，才会停止这种孵雏的工作。在雌鸟孵雏期间，喂食幼鸟的重担则是由雄鸟负责，但是雌鸟有的时候也会分担部分工作。一般来说，在整个喂雏期间大约有20天左右，雌雄亲鸟的喂食次数大略相等，而喂食的食物种类则包罗万象，从天上飞的甲虫、白蚁、蝴蝶、蜻蜓等等，到水中游的鱼虾，到路上跑的蟑螂、青蛙、蜥蜴，甚至于土壤里钻的蚯蚓等等，都是小紫霄东的食物。自然界的很多现象是巧妙而难以解释的，就像小紫霄东不会将排泄物排放在巢中，而要等到亲鸟喂食后才本能地把尾部朝外排泄，好让亲鸟们能够很顺利地将排泄物衔走。每当亲鸟喂食完毕，清理好小鸟们的排泄物后，都会在溪中漱口和洗澡，而且洗澡的动作相当大。
御厨的工作辛苦而忙碌，不分晴雨。在台湾三四月正是春雨季节，不过青鸟的喂食不会因为下雨而停止。只见青鸟们在雨笼罩的溪谷中来回不停地找食物喂食。在溪水边用水洗身体虽然不是紫霄冬的专利，但是在紫霄冬的繁殖期间，只要不干扰它们，远远地用望远镜观察，可以很容易地在溪谷中发现紫霄冬在振翅汲水的身影。在漫长的繁殖期中，相同的动作一直重复地进行着，找食物、喂食、衔排泄物到水边，以及洗澡等等。同样的行为在紫霄冬的领域范围之外，另一对紫霄冬也很有默契地在进行着。甚至在另外一条溪谷，同样的故事一样的发生。这种台湾溪谷中特有的鸟类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繁殖着，只要溪谷不被污染破坏，一只只新的生命将陆续诞生。
除了雌鸟孵雏期间，雄雌鸮冬喂食的比例多于雌鸟外，一般时间雌雄雌鸮冬都共同分担着喂食责任。日渐长大的小紫鸮冬巢已经逐渐容纳不下了，尾巴以外全身羽毛已经长得相当完整，一天中除了等待青鸟的喂食外，不是睡觉就是振振翅膀活动一下身体，甚至还走出巢外呢。每只鸟都经历过离巢的生命历程，从生平第一次看这个新奇的世界开始。虽然巢中是那样的温暖而安全，但是已经关不住体内隐隐想要振翅飞翔的渴望。长大的紫鸮冬终于要离开父母，寻找属于自己一段溪谷与领域了。从此，骄傲地闪耀着宝蓝的羽翼，成为台湾特有种溪鸟的一份子。